家人们，请把圆梦打在弹幕上。我在现场开草动啦！讲实话，他们真的是疯狂，不带停的一首接一首，并且每一首之间都有一个过渡间奏作为转场，真正让这个50分钟的演出就像一个整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乐队的现场要去追求的。而作为资深的草动厨，他们是唱几首，我跟着唱几首，导致演出像是燃脂运动，都没有空拍摄，所以也非常感谢同事在现场的粉丝分享的素材。可惜怎么着都见不着面，这仇，你记着了。那么今天带来的就是《草动没有派对》。你说你不想在这里的拆解教学。这首歌虽然是老歌，那时候凡凡还在舞台上挥洒着汗水，没人想过那天的到来。这首歌现在再拿来听，就好像是写给他的，尤其是最后一句的歌词，仿佛一群人在道别的感觉。但这首歌前面给人传达的情绪就是造翻了我，能这么有代入感，和编的鼓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将直接分段落进行讲解，介绍乐句和他们为什么这么编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首先是 A 段，由 C1 和 A 部分组成。由副歌作为开头，整体来看既交代了主旨，也订立了这首歌曲朋克的主基调。 C1 反拍8分的开叉节奏型，接着一小节8/16的过渡，再到16分叮叮叉 double time 的节奏型，能看出来这个谱子和情绪推进上讲究的就是一个直截了当。除了速度上需要我们多练练之外，其实本身节奏型啊，它不难，真不难。我自己练下来主要问题会出现在这里，需要我们右手在两个吊叉以及叮叮叉之间来回移动，这个路径需要我们先习惯的。还有就是进 A 段之前的套鼓填充，这边看着虽然军鼓到通三接着底鼓，实际上啊速度起来之后发现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，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个底鼓什么时候去踩，还是需要先慢着把这个6+2的连音部分单独拿出来练熟了之后再放到句子里做结合。你说你不想在这里，我也不想在这里，但天黑得太快，想走早就来不及。哦，我爱你，可惜关系变成没关系，我其实没问题，是我们情绪。到了 A 部分钟，但画风一转，真的是画风一转，土窑味充斥着大脑。反拍踩踏节奏型相比前面容易许多，难的主要是接着 B 段的内容。再来我们进入 B 段，由 B 和 C2 部分组成。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最难的内容了，这里延续了之前 A 部分的情绪，但是换一种表达方式，运用了 shuffle 的技法来演奏，并加入了较轻的鬼音，使得这里的层次非常丰富。关于 shuffle 和 swing 在架子鼓中演奏的区别，之后我会出一个专门一起来讲讲，想听的小伙伴别忘了先关注一下我们。说回来，这里 shuffle 听上去是跳跃的，为什么？以这里的三连音来说，因为它每第二下音符都更加接近后面的三连音的第一下，对，三连音的第一下。而在实际演奏 shuffle 的时候，稍微突出的第二下就会导致听感上产生跳跃的错觉。
这里我准备几个针对性的练习，能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实现演奏这个部分。首先是重点 shuffle 的右手部分，练习时注意两下中的后一下，也就是第二下需要加重。军鼓正常在二四拍和右手的第二下一同击打，底鼓正常的一三拍击打即可。再来，我们在空的踩踏中间加上军鼓的鬼音，听上去也就是很轻，很轻。等一下，之后我们尝试在这里的第一下右手中加入底鼓，听上去就会是这样。这里唯一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变化在于最后的底鼓，需要我们右手和底鼓都是同时演奏两下。到这里为止，核心的内容就差不多是这样了。三四小节的练习方式也是差不多，让脚先熟悉好位置，再尝试把踩踏换成 shuffle。右手的第二下加重能很好的帮助我们抓准拍子。进入 C2 又回到最开始朋克的地盘，情绪转换得非常迅速。这里的节奏型看着不难，但是速度起来之后，底鼓的双击会相对来说比较吃力。再来都和 C1 是差不多的。最后的填充则是换成套鼓的形式，在速度的基础上需要我们完成6+2的连音过鼓，难度还是不小的。建议先多练练针对手脚连音的套鼓练习，会有明显的帮助。等天的太快，想走早就来不及。Oh, 我爱你，可惜关系变成没关系，问题是没问题，于是我们继续。随着副歌结尾误读的嘶吼，我们进入到 C 段，由尾奏组成，也是最为疯狂的一段。开头所有乐器的断奏留给吉他，也是在告诉台下观众，待会要来点狠的。尾奏由四小节节奏型组成，开始的四小节注意一定听吉他，这里的鼓和吉他的律动是做同步的。随着填充和齐奏的两下调查，从8分转到4分节奏型，基本还是和吉他做呼应。之后架子鼓祭出阿姆斯特朗回旋喷气式，阿姆斯特朗回旋屌炸天跳鼓填充，进一步把情绪拉上顶峰。2小节8分节奏型，底鼓基本铺得满当当，后2小节换成 double time 的反拍节奏型，接着踩爆刹车踏板的急停，真的让人意犹未尽。
想要学会一首歌，没有这些打底的基础做支撑，实际在演奏节奏型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不上歌曲，又或者节奏型前接填充大概率卡住，遇到好几个小节组成的乐句更是直接脑子空白。理想的状况下是能把练习的内容刻进身体里，演奏的过程中不要去想这个谱子到底该怎么打，这是多半鼓手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好的，这就是本期歌曲的教学。对于这首歌还没有准备好或者哪里一直不懂不会的同学，记得加群或者私信一下，我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练习技巧和解决思路。希望这期教学和架子鼓部分的解读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想看更多草东歌曲拆解教学，别忘了在评论区底下留言。对内容还满意的话，别忘了投币、点赞、加收藏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。关注节奏排档，我们下期见。节奏排档，秀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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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，我要你啊，我要你为了我变快，你的心一定被我捧在。